原标题：林心如远赴非洲探访资助少女，美发视频破化新女儿。林心如微博24日在台北出席台湾世界展望会活动，她此次身为2018资助儿童计划代言人，远赴非洲尚比亚探访资助多年的15岁少女艾丽达，光是转机车程就超过24小时，她热情拥抱女孩，展现关怀。这次旅程也让他更懂得珍惜食物以及水资源。而探访事前准备，林心如透露有打黄热病的针，吃疟疾的药，当地网络不稳，我有点挂心女儿，跟她没有太多视讯机会。她也认为女儿真的很幸福。林心如此行终于见到她资助的15岁少女艾丽达，她心疼表示，因为环境不佳，都15岁了还在念小学，艾丽达送花给她，两人热情拥抱，女孩一家示范如何烹煮主食玉米糊。但林心如到离家十几分钟地方取水，林心如感到不舍，也告诉自己必须珍惜。她说，很高兴看到当地人虽然贫困，但都有一颗乐观的心。林心如日前在戏剧《我的男孩》中与张轩瑞上演姐弟恋，而25岁张轩瑞近期认爱27岁林明真。但张轩瑞前女友在看到新闻后发文写下嗤之以鼻的勇气，似乎暗指张轩瑞劈腿。林心如说，认爱很好呀，他正正当当交女朋友，没有劈腿。张轩瑞拍戏期间有恋爱执照，林心如表示完全没有，私下有无传讯祝贺。林心如笑说，我有在脸书上祝福他，很有勇气，我觉得。